常直直跟我讲啊，玉女外面是千金贵女，唔透时尚，但伫外面的所在，想要学功夫，无法度啊！做挑花下手，可是无合我的个性诶。我上届介意，就是希望讲，我嘛会当有一身的好功夫，日后卖当结婚受骗啊！你闻言多，敢知我何神装？有一名苏老英雄，又伫咧修门道，听讲伊的功夫是真厉害咧。伊若无这边，我拜别我的爸母来到我华山庄的所在，过来。下面就是我华山庄，你山庄不管我进去听就是啦。想要对这金龟买车，路我开，树我栽，石头我习惯恁过界。买过楼下，你卖落财。哼，原来踮伫厝底，伫咧为财富呀。讲啥就歹听。今天发的之下，又搁强抢我的金钱，坦白向你讲，我有钱嘛无可能付你。真是嘞，啊你若有钱，莫付我，要无安尼，另外一个方式付你。你讲。你生做真水，佮真古锥，要不然呢，就来当来我的山西所在，做我阿西夫人，你想怎样？你讲有笑，讲看看你生做甚物样笑？你讲你是要娶我？啊好啊，我今仔是好人好意，伫咧甲你讲，你若是唔赶紧流浪，让我离开，那安尼我有功夫，你是要怪我对你无客气？你记错就煞煞去啊！佮翠莲相起，我生做介歹呢哈？啊你也歹，恁爸好你死！